大家好，今日我会教大家是如果你们在家的时候没有小朋友口罩，只是得成人外科口罩的时候，那要怎样才可以给小朋友安全地戴上去。首先我们当这里有一条线，跟着呢就将它这样搭过来，好像个十字这样，跟着再将它呢在这一边下面穿过来，再拉个手指出来，再拉紧它，跟着另一边都一模一样。跟住依家我会教大家点样正确咁样将佢戴上嚟。首先，白色嘅系入面嘅，蓝色系外面。跟住有条铁丝嘅呢度咧就系上面啦。好，跟住我哋会首先揽佢上嚟，跟住咧将佢拉一拉，直到覆盖住个口同埋鼻，跟住就根据鼻梁嘅样貌咧去连佢出嚟，咁样就完成。